们是精灵家族。嗨，朋友们，精灵姐姐来喽！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康师傅探索乐园。你们知道康师傅是干嘛的吗？今天就让精灵姐姐还有康宝宝带着你们一起认识一下吧，跟我走喽！这就是康师傅第一碗牛肉面设计出来的样子。嘿，它的包装上面竟然有一只可爱的小牛。再看看里面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，有超级营养的流心蛋，哇，还有牛肉粒，当然当然还有晶晶姐姐非常喜欢的高蛋白的虾仁。哦，大小朋友都必须要多吃的蔬菜，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面呢。这些都是假的模型。如果想要了解真的，先要跟我一起来挑战一些游戏，你们最爱的游戏时间。哇，这是什么游戏？哈，朋友们，有屏幕还有箭头，看来是个考验灵活性的体感游戏。晶晶姐姐超级爱玩这种游戏哦，准备好了吗？跟我一起动起来吧！哇，我在屏幕上 ，Ready Go！ 哇，好快！我要用两个手接了。蓝色、黑色、黑色、橙色，哇，是不是很厉害，朋友们？还有最后两秒，哇吼！第一关闯关成功。时刻哦，我会随机跳到方便面桶里面，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对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游戏吧。Ready Go！ 选红色。不对。橙色。不对。绿色。哇哈！答对了，再来一次。选绿色，不对。紫色，不对。红色。哟吼，答对了，最后一次机会。选绿色。红色，不对。橙色，不对。紫色。拍摄的同时，它的产量还在往高涨。
这也太神奇，而且太有创意了吧！我想带你们一起去看看，到底方便面是怎么制作出来的。跟我走。美味专列即将启动，跟我一起去工厂吧！哦吼！列车准备。到这里就结束啦！你们对方便面的制作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？想要跟着晶晶姐姐一起探索世界，千万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，拜拜！